你把这个墙一天就弄完了。好了，把绿色一洗。嗯，大爷不愧是我大爷，还是很生猛的啊。我们就停了一天，今天过来一看，大爷已经把这个墙给搞完了。我说在这儿修个隔断，不然的话你洗澡水流在地上，上厕所的话容易滑倒。能成。前几天呢，我们已经帮我们邻居大爷给他老母亲把这个厕所全面翻新了啊，全是按照大爷的思路，然后我们动手完成施工的。今天我们要按照野男人一贯做法啊，这个厕所不仅要实用，还要人性化，更要艺术化。最近新学了个技术，特别针对于这种很短的墙，这样一靠就知道值不值了。哎呀我的妈呀，太热了。凳子搁好了，感觉好看多了，我这个技术真是越来越成熟了啊。天黑了，下班，天亮了，上班。超过一百，真的魅力很。哎，我学会了，是吧？你怎么越弄越少？走，对，好，那你看看，那你看看。啊，一会儿盖个本，盖个本好看。你看，你还拿钢筋？行，那我去取电焊。找了两根旧管子，用来做扶手。正好这还是个圆弧的。上个世纪的这老家具颜色不是很搭配，重新画一画。没听大爷把这个墙砌起来了，但是我们感觉不是很好看，老材料啊，尾隙遮一下。原本用的这个电杠挂毛巾什么的，感觉很危险。我们找那个会木艺的那个老哥去给我们做一个吧。王哥在家不？王哥。哎，我想好。皮皮，皮皮，皮皮。迷彩服收藏狂魔，迷彩服收藏狂魔，对，我刚想把它都收进去。你一个人穿这么多，一天换一身，存了一个月的，这放了一百套，一百套。他们来拍东西了，一缸烙饼，行，这一块就槐花烙饼，风味独特。一个小时前这个槐花还在树上，五分钟前还在锅里，十分钟后它已经出现在土里。天天拿你东西，今天我们给你送个杯子。哎呀，这个杯子很好啊。野居造物的这个杯子，一个人喝是情趣吧啊。然后看着三个人喝是生活。那等一下，我把这个。啊，这个瓷啊，得找个得摆起来吧，要不然不至于不至于。我给你这样拿着啊，来，来走。天天到你这儿拿东西都不好意思，今天专门给你送个杯子。野居青年的这款野字杯，造型优美，颜值高，功能齐全，容量也刚刚好。一个人喝是情调。两个人喝是浪漫，两个人喝是浪漫，三个人喝是生活。你突然说这个干啥？不是纯教的吗？对行对行，可以可以。王哥，其实今天主要还是想再麻烦你给我们做一样东西，给大爷那个大爷做一个大概这么长的一个晾毛巾的杆儿。
可以。材料啥你自己看，就是有啥用就是你自己发挥吧。要不我进山去找一根金丝楠木。金丝楠木，这才是。金丝楠木估计一两年能找出来。一两年。这个树还是昨天跟那个我来了一个朋友，我们昨天我俩在河边把这个树扛回来的，我就看这块还行。然后剩下就是剥皮，把皮剥了，把它做成一个我们有用的东西，也是这个树也是成材了。这个小刀很利啊。对。Hello， 这个咱用了多长时间？一节课时间吧。留了一点它最初的样子的造型。来，哎呀，谢谢师傅，总感觉在给什么武器。把这个柜子也换个颜色。这个柜子刷完漆之后，感觉还挺好看的，但是抽屉和门都没有把手，开关起来不是很方便。王哥，在家不？这放木现在弄好了，总感觉这儿还缺点挂东西。王哥在家不？这个榆树皮的表层的底下的这层皮是可以吃的，这个，这还没吃过啊？没吃过这，几乎没有什么任何味道。啊、嗯，皮皮。这个做完了啊，这个很精致，挂大衣应该也是可以的。等会儿管饭不？管呢，管呢，走。那最在意的一件事啊。好好好。厕所里面的这些基础设施都已经弄齐全了，就是现在用的东西还没有，我们去买一点吧。先来选几条毛巾吧。好了，选了四个颜色，感觉还可以。北方人必备搓澡巾啊。那这个饺子皮咋比我们好的细？太多保护，真的非常薄，超实够了，足还多。我们那边的饺子是那个应该叫抄手那种的，我会包，就是金元宝那种的。我们小时候也经历过那种，就是拿炉子，拿个铁那种吊管，然后里面还有胶锅，拿过。这儿啊，没有你们饿的那么厉害。没有人家，我人家磨豆腐在豆上面，把那个回来就，把那回来就炒吃，那是国家爱吃个这。就说这个树像个杏子树，画点杏子画上面。你看，哎，这很酷。好了，给老人的厕所改造计划现在呢也全部完成了。整个改造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花费也并不是很高。当然呢，我们也并不是奔着去改造一个多么豪华的厕所去做的，主要呢就是根据老人的需求简单的改造了一下，老人也很开心，我们啊也挺高兴的。当然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单单给老人改造了这么一个厕所，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和老人相处的这几天呢给老人带来一些欢乐和陪伴。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时代呢，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楼房也越修越高啊，网络数据的浪潮也席卷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像这些生活在小乡村的老人呢仿佛就是啊被分离在这个时代边缘的个体。我们有很多人呢都向往田园生活，可能就是想找寻自己童年记忆中那种田园时光吧。啊，都说我们80后90后这代人呢都是最怀旧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们也想为乡村的发展多做一些事情，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到、关注到和支持乡村的发展。这也许就是我们现在扎根到乡村创业的意义和一些期待吧。